红警中超时空传送背景简述。超时空传送是盟军部队使用的一种支援型的超级武器技能，由超时空传送仪释放。爱因斯坦通过时空旅行技术，使得远隔千里的车辆可以在一瞬间到达眼前。你得骂他。该技能可以瞄准陆地，也可以瞄准海面飞两栖舰艇，如被传送到陆地会直接爆炸，飞两栖车辆被传送到水上则会立即下沉。超时空传送会杀死绝大部分步兵，但不会杀死超时空军团兵。载具类飞行器停留在地上时，将其传送到水面上，不会下沉。但战机类的飞行器被传送到水面上，会立刻下沉。需要充足电力才能使用，一旦断电将会失去作用。与超时空兵相配合设置路径，可无冷却使用超时空传送。Select target. New construction options.